не бояться трудностей на пути к успеху. Открывать новое и днем, и ночью. Общаться, невзирая на время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. Это дух и линк, ставший девизом нашей компании. Идти вперед и бросать вызов невозможному.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совершенству. Идти за пределы достигнутого. 做产品是要有追求的, 要抱着帮用户解决问题, 给用户创造价值的心态, 做出能够吸引用户, 并且好用的产品。 对于IP通信产品, 好用的标准是什么呢? 我们有自己的理解。 把产品交到客户手上的时候,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客户用得顺手。 客户不需要经过太多复杂的设置, 只要插上网线, 接通电源, 就可以马上用起来。 一点点小小的突破和改变，就可以让客户觉得很方便。好用不仅要简单易用，更要保证效果。IP通信的核心内容是音频和视频，听得清、看得清是用户最基本的诉求。十多年来，我们一直在追求更好的音视频效果，不断创新突破，给用户带来更好的远程沟通体验。对用户使用感受而言，远程通话效果好不好？ 耳朵会不会感到疲惫？语音还原度和拾音距离非常关键。面对世界各地的客户和不同会议室场景，如何克服不同会议室环境对音质的影响？如何更好适应不同语种和声音的特点？是我们一直努力做深做透的事情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摄像机的一个核心部件，在小批量式生产阶段按照一年的标准是不合格的。我们找日本供应商谈的时候， 他们非常不理解，他们觉得自己的标准已经是业内最高，居然还不符合一年的标准。我们不断优化语音处理算法，在几十种的会议场景下，模拟各种噪音环境，进行了上万次的调试，实现了6米全双工优质拾音，声音低频饱满，中频结实，高频响亮，给用户带来身临其境的沟通体验。于是我们加大了验证的数量，反复确认测试条件和实验数据。 一次次相同的验证结果，终于让供应商认同了一年的标准。双方联合开发出了符合一年高标准的核心部件，并保证了更完美的视频质量。供应商说我们是完美主义，我觉得完美主义没什么不好，这样才能开发出好产品。我们对一款视频会议产品进行测试时，发现有极低概率的通话中断的情况，产品要满负荷连续通话2周以上才会偶尔遇到一次。 为了确保产品品质，我们推迟了产品上市时间。这种极低概率的异常排查起来特别困难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。当时我们整个团队的压力都很大，但是产品品质是不可妥协的。完成系统优化的那天，成就感特别强。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用户日益增长的通信需求， 好用的标准在不断提高，统一通信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在用户前面用创新和高品质给用户创造价值。 С момента создания совокупный объем продаж E-Link достиг более 15 миллионов единиц коммуникационных устройств.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E-Link работают более чем в 100 стран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мира. Но мы гордимся не этим, а тем, что смело бросаем вызов трудностям. E-Link понимает ценность онлайн-общения для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и стремится делиться радостью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.